当猫咪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就要注意了。第一，猫毛满天飞，一揪一手毛。第二，经常流泪，眼睛浑浊有泪痕。第三，挑食，吃得多还不胖。以上几种情况分别是缺少维生素 B、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。 当出现舔墙吃塑料袋的行为时，就要抓紧补充维生素 D。 其实猫咪的生长发育离不开维生素，但是又不能像人一样每天吃蔬菜和水果，所以从两个月开始就可以给猫咪补充了。我一直喂的这款每片包含了11种猫咪生长需要的维生素，还添加了肌肉粉，适口性很好，一瓶有200片，可以吃很久。